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但每个都烂成猪头哎，巨星真的没一个像人的，超扯的。但漏超多球哎，每一球都他在漏，第一球灌篮他漏，然后樱木中投他漏10分哎，10分都是他的哎，他到底是啥小？干，真的会中风哎，高扫这么难是不是？就狠狠的，狠狠的把一直按一张，到底想怎样啊？哎，这些人真的是该读书了，不要打游戏了，没有天分就去读书哎，读书才有钱，有钱才能氪金哎，帮我们这些人养这个游戏就好，不要再打，不要再打巅峰好不好？看，真的是北七耶！哦，有卡哇？
太狠了，太狠了！哇哦！还有吗，流川枫？哇哦！会不会太强？会不会太强？哇哦！哇哦！气爽！哇哦！太狠了吧！他这个戏耍居然按出了这个扣篮！哇哇哇哇！哇哇！太狠了吧！这到底是啥小？主播144赫兹荧幕打起来有差吗？没什么差，但是很舒服。谢谢马哥站的快赞，太强了吧！看他一个人把对面打到崩掉，哎，看他按的好顺，他每一招都按得出来，看他也在磨吧，傻小，太强了吧！太狠了，太狠了！干太狠了，太狠了！啊，直接一个把对面打到崩掉！干太狠了吧！哇哦！太狠了，太狠了！看，看，太强了啦！